大胆，居然能补三个刀。这邪 Q 阿登中不了。换鞋一般般，但是还得换，换这个闪现很浪费啊，根本没有必要交闪现。是干什么？追不上，好顶哦。其实我还能打，打吗？有意没？中路五个人，我找，这太变态了呀，兄弟！
什么？对军团贡献这么大？我支持你当化石人啊！怎么一听要当化石人的意思？我支持你啊！忘记给你跨点燃了、伤害还怪高的嘞，这个是 RQ。反应的不错啊，狗哥。打得好，从哪绕过来的这个辅助？这一套有点痛啊，我血量不是很多了，被他打了一下。这辅助玩的还挺烦人，一直在找我。这把我出穿甲装吧。好像不好出穿甲装，我看一下装备啊。
杀他们 ADC 啊，可以就在这里穿。没带韧性是吗？玩得很恶心啊，这家伙。嗯，买水银鞋，这把不买水银鞋动不了。嗯，那这样我出战士装吧，给他转血手。有闪不早交，我操！闪点火，我就是在 A 一下 A 死他了。嗯，算了，我不 Q 闪了，我看到寒冰，没看到寒冰，我 Q 闪他了，我不想一换一。又在抓谁啊？这也是辅助，辅助完成派克了啊！抓完上路，抓下路。剑魔走路很搞。这个问题很多人都说过了，很搞吗？不知道，
我感觉还好吧，想怎么走怎么走，是不是？他没闪现啊，坏了，真要被溜了，完蛋了，这不是跑不掉了，肯定。还能操作的，这是预判大招吗？根本追不上兄弟，
这俩是开黑的是吧？我操！还是跟你的兄弟玩比较好一点啊。啊，没出来，兄弟，完蛋了！这寒冰，猛猛减速我。这没出来，我靠！就距离他一丢丢距离，这个人的大招居然还有一个拉回的技能。我之前到这里被他拉了一下，拉的可以，玩的很不错了呀，狗哥。上路是优势啊，不是单杀了吗？都算了吧，推也推不上去。好配合，你酷威，我来放 Q。哎，哈哈，可惜没吸起来哈，很尴尬。我还想去追他呢。哇，这东西伤害很高，你看这一个 Q。哇，这要再拉一下要死了。
我主要有个影魔刀触发了，我觉得我应该死不掉的，吸不上来，我吸血的有点少，基本上全是魔法伤害。我只能买得起黑切，有什么更好的？等队友吧，等队友吧。哇，怎么能说老年人呢？30岁正值壮年。虽然还是挺高的哈，两个平 A 就死了，他有金身的。好的，那么有效，超级超复杂都是可以加屏上这个，6156的微信啊，那么好兄弟开的鞋子店，店都是顶级品质，支持货到付款，支持14天内物流退货的就需要超级超复杂。